要给孩子最营养，妈妈怎么选最好？不同水果我们就把颜色当成营养素，对不同的器官会有一些不同的帮助。葡萄怎么可以有那么多种颜色啊？平常我会吃绿葡萄，行经那段时间我就吃黑色的葡萄。葡萄呢，它的铁质几乎趋近于零。对，它不是帮助那个贫血，它是帮助你的血液促进循环。哦，是哦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